もっと楽しんでくれよ。2 seconds later。那我们开始组装吧。组装完成，那它的证书的话是长这个样子。这支当时的价格是19500元，不含运费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其实蛮有特色的。兵长站在巨人的手上挥舞，底座使用巨人的大手做地台的造型，有别于其他 GK 的设计。而巨人手臂的伤疤是我自己觉得做得很写实的地方。还有更特别的是，就是它的立体机动装置的线是可以随自己喜欢的角度去摆放。但这支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，有些地方的细节确实是做得没有非常好，像是手整个粘在一起，再加上竟然没有组装说明书，所以整个组装体验是非常差的，对于授权厂来说是非常不 OK 的。有些零件也没有很紧，需要使用蓝钉胶才能固定。不过克服以上障碍以及不在乎手部细节的人是可以购买的，像是我觉得整体摆放起来的感觉我是很喜欢的。但也有人说买 OC 兵长不如买兽屋的兵长，我觉得各有优缺点，就见仁见智咯。我是陈小妹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